常常会在社群和网友分享近况的香港歌手邓紫棋，18日晚在微博分享进行新冠肺炎快筛时，检测结果显示两条线，呈现阳性确诊照片。他发文透露自己是首度确诊，表示确诊之后不久就突然失声。他无奈发文表示，终于还是轮到我了，这是我第一次快筛呈现阳性，也是第一次经历在几个小时之内，声音从原本完全没事，后来却完全发不出声音，而且每咳一下都觉得痛彻心扉，痰也都是绿色的。接着表示还有发烧症状，而且烧到他整个人难以入睡，即使睡着了也会一直醒过来。无奈表示身体真的好难受，许多粉丝看到贴文都好心疼他的状况，纷纷为他加油打气，祝福他早日康复。